哈哈，两个鸡跑，这条王者的是这种。哥，你要兰博基尼吗？我驾照都没报名，没有兰博，没有时间考驾照。说的每天事情很多的，我今天打完去打了那个点击，我贼痛苦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咳嗽，然后喉咙里面很难受。 我这个把哥关掉，好的。我不一定能去啊，兄弟们，不一定能去啊，兄弟们，不一定能啊，兄弟们。不能的话，就大家陪你们直播啊。先不推，再继续。先不推，家人。 帮他蹲一波吧，我跟你说话，玩的挺好的。骆驼，杰杰干他，我毙了。把杰斯干他，我毙了，被人家搞不死他。可以，我帮杰斯干他，我毙了，我去下路。哎，我有小叮咚，兄弟们。 阿丽丽在跟刘志龙打 A 派的，啊，他们其实撸这个游戏，他们像他们这种 ARP 的，其实不需要打，所以只好不要。来了，在 F 6，我打完，6个刀是拿得上的。 他们单太久了，上路。哦，抓的好快呀！他都怕，越枪。这个弹是挺凉的。好路。确实有点不该去上路。 该直接走，走完了。觉得走运吗？这次的狗回去上路反正我们刷了一关，这波咱们去上路。麻烦不断。 咋了？我看是新马，你还打号吗？还是怎么样？ 这波是这个，可能会在草里面反蹲。等上单出不假鞋吧。别搞呀，别搞，娇姐，我小主播呀，再搞一次凉的呀，再搞一次要去北美的呀，别搞，别搞，娇姐。那个蹲一下，轮不到我们 B 的，我们出新石啊，出穿甲。 这四只狗应该是爆他留的，他在偷钱，应该出木阵的，或者新石那一套。我不让他加，我们落落出个不假鞋之后就五点。那是这狗在了，那你看，你们走了，那我毙了，刚好出点经验。 来个残剑，我他妈一走他死了，我操！想到好主意了吗？必须被他拖了，给我拿下龙吧，抓吧。 有加了 UP 主野怪，我现在刷的话能刷很多野怪。
三个去北美给波打替补去，那还真是。不知道这个石头人没有没有，给他上了。第四的狗瘤子呀，他真一直刷野的，他等六级再抓人。我上面河蟹可能没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可能毙了，给他打完了。河蟹也没了，我还行吧，这里应该是没了，没了，他丢针也没了，没了很正常。他这个一瞬间就知道了，知道吗？刷一下。过了吗？看下路的，看不了下路，中下。身上有闪，应该能闪。试试我吧。那这波要拿先锋，这把会输啊。我是这个有红啊，这是什么？我们这波去下路，先锋默认给他。这波先锋给了。放松，伙计。先锋要不了，先锋要不了。下家没弹，然后大刀，是这个还在蛮猛的，是这个，我们这波只能看下路，可以，好吧 ，OK， 稳一点，先锋没了，这个太吃不准。这个血本没了，这边要稳一点，所以说加坦应该加坦，带了很多野怪，把他加了蛤蟆反了，回家出装备了。青石是1300，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打个2000块钱回家？这个蓝 buff 能动吗？不好说，700块，他这波很果断，不该吃的，妈的，我杀，裂开，他这波一波匪，他也神话了。他这波也神话应该56个的，我大跟我差不多，我还好，问题很大，不怕死。兄弟们别搞，兄弟们别搞，兄弟们别搞，别带了，别带了，谢谢大家了。还要打游戏吗？这波很伤，这波应该是走的，还是和谢谢。然后我们等两分钟吧，刷两分钟。他比我多刷了很多野怪，现在等级是跟我差不多的，单杀我没用，因为我等级比他就低，他正常经验，如果他六级，他杀我七级的话，他就会很高的经验，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还好。我这波，那上路好像挺厉害的。抽不下吧，上路裂开了，纠结了。对面中上也是吧，是爸爸，我们是吧，能把他们下路。走线上吧。你在玩什么呢？来下路压他们。把这波毙了，我要买装备去上面走野区。这波毙了，那野区可能没了，帮我看看呗。我操！这个装备出收集者，应该也是。没闪是吧？这是这个。看。他、啊、肯定在我们家野区了，偷野怪，你知道？看到了 ，yes， 应该掉不了这个塔，他一百滴，不用怕我来。我十几了，
我这不准备拿小什么办？这不等一下推线就好，这时候等 AD 推线，然后中路可能还有中路也回家买装备，装备也挺好的。我这种时候先给他们辅助刷野，麻烦不断。这是排眼，不是刷野。等等，后面放。那么现在发育都挺好的，上中火箭，他走心，他心思爆炸。这个是这个还在放路的。我要避不，我要避。这个他没闪。哎，有人，有人。大人他的。拉他就好了。你在玩什么？得干他，干他，干他！帮你麻里皮弄他。我可没时间。把这解释弄了。放下，把头埋低。666，我很壮，赶紧跑！下塔一波没了呀。会不会得推个下塔吧？这波把下塔推了，我们这波先锋可以给。试试我吧，放松伙计，他们那个角色没反应，这种情况就稳打稳打就好。这没闪，好的。没事没事。我可没有刮胡子。好。那都。扑他。哎呦！我扑他就很伤害。那我推了吧，我想起推的话先推掉。等小龙吧，等小龙吧。我要避的，怎么？人家避，人家买装备。
中塔没血，没办法，只能接。这装备就是以前的装备，以前黑暗收购的装备。又丢野，我刷个野怪。先清线，先清线，先清线就好。杰斯没闪，把头埋低。先清线的话好一点。这边看一下，这边看一下，先清线。这时候你再先清线。来看这边，这边。打死他，来退，来走，害怕退，我就走，因为有。然后这样的话就三条龙，中塔没死掉。OK， 对面辅助死了，然后一波一换四。那中路兵线没处理好，兵线也没处理好，但是只能这样子，我兵线处理太差了。那打赢了就好了。然后进他们家野区刷一下野怪，然后这波咱们回家也是上个线。这是前面拿人头的好处啊，六人头的话前面就可以去逛街去帮队友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把赢的话咱们就六连胜了。我家买什么装备，买个小银魔刀，买个长剑。为什么买银魔刀？因为拿着枪它自身是会加护甲的，咱们买点魔抗，这样的话对面不好瞄我们的，这样的话出装是比盾弓厉害太多了，对吧？比盾弓确实要好很多，然后它装备又便宜，然后有穿甲，然后出暴击的话也会出的，它可以出无尽加个银血。然后现在我们就三条龙打底了，这个吸血鬼再怎么拖也用我们变龙。我这边排了个眼没搞。这波我们就追上，他杀是杀不死我的。这波咱们追上，那就有推点塔啊。这个吸血鬼推塔不快的，他只有补刀。一个塔就两百块，去推呗，没人去推呗，没事，下掉人来的。哎，这里来不及。哎，干嘛大哥？在干嘛？把那狗杀了，给他干了。我这次没看懂，没事，下掉包过来了。打大了，哇！这波吸血鬼的这个操作我没看懂，他能在我们三个人面前这样放技能，我是没看懂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懂。我们先这样，这个没打，这狗没闪，然后加点闪现嘲讽他就好。打个上的，我在买装备。Victory。